音乐五四三，马世芳制作主持。假如你是认真的乐迷，这里有很多厉害的歌，请你张开耳朵，准备收听音乐五四三。快乐完了。
再也不用睡觉，只想死亡一样。让我在阿拉比卡的海里游泳吧，然后就永远不用睡觉，就像死亡一样。这是88颗巴勒子的歌曲《追太阳的人》。欢迎收听 FM98.198 新闻台音乐543节目，我是马世芳。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二晚上9点还有星期六晚上10点播出。今天的来宾跟今天的主题都很特别啊。现在坐在我对面的两位来宾，首先介绍的是88颗巴勒子的主唱阿强。嘿，欢迎。大家好，我是阿强。哎，好久不见啊。对啊。另外一位呢是四分位的吉他手侯行，欢迎。Hello， 大家好。对，不过两位来都不是为了宣传各自的专辑啊，今天来有特殊的任务，是，是关于即将在11号到13号展开的爱爱摇滚这个音乐节，但是既然阿强跟侯行都来了。我们当然就要顺便宣传一下你们的专辑。刚才首先要先恭喜88颗巴勒子啊、哦，这个谢谢金鹰奖入围1、2、3、4入围4项、啊，然后拿了2项。88颗巴勒子入围了金鹰奖的第7届最佳乐团、最佳摇滚专辑、最佳摇滚单曲，还有最佳现场演出。嗯，对。不但拿下了最佳摇滚专辑奖，而且呢，破天荒的、史无前例的连续第二次啊，拿下了现场演唱最佳现场演出，那太厉害了。那么刚才听到这首歌《追太阳的人》也有入围金鹰奖的年度最佳摇滚单曲，也是我是今年的评审啊，今年评审都对这张专辑赞美有加，然后今年投票很难投，今年对啊，今年的整个入围名单都很强。是，而且评审你知道金鹰奖的评审啊，主见都很强，比金曲奖的难说服的多，所以大家都各有各的坚持啊。那有的那个项目一直投票，一直投票，投不出来，投了8轮，很辛苦。对，所以但巴勒子这张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我们都一致的觉得，成军20年走到这一步啊，真的是越来越成熟啊，整个东西越来越大气。刚才听到这首歌《追太阳的人》，要是听众朋友，还没有看过他的 MV 的话，也很推荐大家上网看一下，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作品。对，因为导演他其实消化我们，有消化我们的音乐跟歌词了。对，我们觉得蛮感人的。是，既然就已经聊到这儿，其实我一直想访你们，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约到，最近忙，是忙很久了啊。你有没有算阿强？你有没有算过？今年演出到现在几场了？今年比较少，今年现在到现在大概30左右、哦，也已经算是少的了。对，算是少的。那巴勒子，我觉得应该是台湾摇滚乐坛算是现场演出频率最高的团体之一了。嗯，而且这些年，我觉得你们在舞台上的那种有种仪式性的状态吧。嗯，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不只是对于体能的考验，我觉得精神状态也要进入那个情况，才有办法一直这样维持在那里。对啊，不过就这几年下来，然后大家都习惯了。哦，连就是刚加入那个我们吉他手大头，一开始很不习惯。哦，看这几年好像也习惯了，工作也辞了。工作也辞了吗？没有，他就是一加入我们团，我们开始要巡回，他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辞职。我在这边再次郑重推荐听众朋友，你对台湾独立摇滚有感情的话啊，88颗巴勒子应该是你不会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的这张专辑《朋克弗洛伊德》是我这一年来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唱片啊，非常过瘾，而且有那种老火味啊，我很喜欢这种老火因为你们本来就喜欢玩 blues rock、玩 boogie 的那个节奏啊。然后这张专辑用滑弦吉他，我觉得玩得好漂亮。那阿强那种，有人形容你的歌喉是内建破音器吗？对，内建破音效果器，不管麦克风多干净都会破。那巴勒子的现场也是传奇级的啊。那当然今年的这个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你们也是会出现的，并且阿强今年担任不只是演出人的角色，也要做舞台总监，对不对？对，今年我做那个有一个舞台叫寂寞芳心舞台车。寂寞芳心舞台车，对，我们来从头介绍一下。11月11号到11月13号要在文山农场开办的爱爱摇滚
帐篷音乐节啊，最近已经在网络上陆续释出不少的宣传资讯啊。嗯，不过好像大家都在谈什么是爱啊，都没有对活动本身琢磨太多。我们来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个音乐季它其实主旨是就是一个到山上联谊啦。嗯，我觉得它主旨是一个到山上联谊啊哈，然后找寻你的各种爱，这样对音乐的爱，对亲人的爱，对大自然的爱，是对。然后就到山上去，然后听，就他的帐篷嘛，就住在那边，嗯，然后就是一整天的音乐啊。文山农场的场地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我记得是熊宝贝好几年前办一日摇滚啊，第二次就是去年的女巫祭，对，两次的经验都非常好。嗯，我觉得文山农场我不知道怎么会跟摇滚祭这么合，有一种迷你版的 Fuji Rock 的 feel， 对，它就很像 Fuji Rock。就是在台北的感觉，对，而且亚热带的感觉。说起来，交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方便，因为从捷运站可以搭接驳车过去。但是你到了那边呢，那个整个环境就会让你不想离开了，因为很好逛。对啊，就是去哪里都觉得蛮舒服。对，那各个舞台之间的距离也是可以的，刚刚好，不会互相打架的，对，刚刚好。但是走路也不会走死人啊。对。所以是蛮适合在那边晃荡啊，不管是吃东西啊，或者就坐在草地上发呆啊，或者随便散步去哪里看表演都很合适。那后行当然也是这次很重要的工作人员啊，来说说看，后行你这次在这个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的职称是，其实我应该是老板，在规划节目上面的一个算是他的小助手吧。哎呀，就是特别助理了。对啊，那刚好其实这些不管是乐团啦，还有演出的艺人，其实都有一些交情。嗯，对，那有一些处理上面可能需要我来跟这些朋友们解释，因为其实一个音乐节，要是从一般的音乐节的话，当然很容易去思考、去幻想，城市的音乐节啊，什么摇滚啊、热血啊什么之类的。嗯，那可是爱爱摇滚，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那虽然在2008年，其实我们第一届已经办过，那事隔八年，其实很多人对爱爱摇滚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哦，可能就是想说哦，可能就是一般音乐节，然后把大家拉到户外去而已。嗯，那其实在里面其实还有可以讨论的更多啊，譬如说我们除了是跟音乐跟帐篷有关系之外，我们又把爱带在里面哦，对，然后希望说大家来到这边以后会有。你不一定只是找到男女情爱，甚至你可以找亲人一起过来玩，找同学，然后你可以甚至，我觉得比较有趣是你可以在每个舞台找到不一样的音乐同好，这也是另外一种的有趣。这就是逛音乐季最大的惊喜，是最大的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你可能冲着你喜欢的团去买票，可是散步来晃来晃去，就会凑到这边听到一个以前没听过的团，不知不觉就爱上了。我相信很多人在音乐季都有这样的经验，这个是最棒的哦。爱爱摇滚是角头音乐主办，那么角头的总舵主张43，本来他今天要来的，但因为爱爱摇滚实在太累了，操劳过度，现在在家躺平也起不来。我们希望他早日康复啊！43听到了吗？早日康复哦，加油！早日康复，早日康复。他最近头发好像变白了非常多，真的。对。哎，我们认识43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啊，他这几年真的不容易。是啊，他在想说，我有时候会想说，好像把他的青春最后一些火光，最后一些火光，好凄凉哦，讲这样太早了吧？因为他其实他从年轻二三十岁这样一路过来，他很多的梦想，每个时期都有一些。那从海记到最近现在这些爱爱，其实他每个时期都在做一些不一样挑战。对，那其实都还蛮费体力，是因为这些活动事实上都不是。没有潜力可循，对，所以我们他的想法，整个团队要帮他落实，其实也是变得非常的紧张，因为常常他半夜两三点都还会丢 idea 给大家。哦，我说真的啦，二三十岁的时候这样操还盯得过去，现在都已经坐四望五的年纪了。是啊，我感觉43蛮乐在其中，是吗？只是身体好像，哎呦，他脑袋乐在其中，脑袋乐在其中，对啊，身体跟不上脑袋的需求，这样是不行的啦。所以43早日康复哈。张43对台湾的独立音乐圈的场景贡献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从角头唱片对于东海岸原住民音乐场景的发掘跟发扬，让我们认识了把奈，认识了陈建年啊。
认识了南王姐妹花等等等等、啊、然后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卑南族南王部落的这么多精彩的声音。嗯，他创办海洋音乐季，我想也已经成为一个传奇的事件。那么这几年四三不断的在现场的表演的组织这方面有很多很多天外飞来的想法啊，包括用这个大卡车，之前有那个舞台车，舞台车的计划哦，是。那乃至于即将要在11号登场的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这都是只有四三想得出来的计划，然后就累死自己了。不过真的很精彩。但在那之前，我们要听一首四分卫刚发行的新专辑的标题曲，这首歌叫《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非常切题啊。来，侯行介绍一下。其实是四分卫刚好上一张是专辑比较明亮一点，叫《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嗯，那这一张爱。爱可以让我们说反，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上一张是可以，这张是曾经。对，对那曾经的话，其实有点有一些无奈。嗯，对。那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人生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光明，那么的开心。嗯，那会有一些低潮，但我们如何从那些低潮里面找到更新的力量往前走？那我们其实只要活下去，我们一定都会遇到很多困难，还有很多挑战。是，那继续往前走吧。对。嗯，四分卫组团多少年了？1993年，我是跟阿三啊，93年跟阿三93年一起。嗯，那沿路就是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嘛。对对对，23年，23年，阿强都20年了，也是啦，阿强都变老师了、哦。我都小时候看四分卫，有时候其实没想到那么远，只是想说，哎，偶尔一回头看，哎呦，这条路怎么拉了那么长了？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来自四分卫的新专辑的标题曲。走过的距离，想起了当时正牵着你的掌心，我可以怀抱金鱼般的星星，吞下了悲伤，沉入了海底。哦哦，新的思念就快要让我窒息，原来你就是我的氧气，因为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你知道我多么想念你，因为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想想拥有。
像是昨天才发生。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来自四分卫的新专辑的同名曲。欢迎回到 FM98.198 新闻台音乐543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在录音室现场邀请到的来宾是四分卫的吉他手侯行，还有88克巴拉子的主唱兼吉他手阿强。刚才听到的是四分卫的新专辑，也跟这次我们在现场聊的这一场活动很切题啊，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既然后行这次算是参与非常深啊，是，而且你跟四三应该是从角头创业的时候，差不多嘛，对，就有些东西还在盖的时候，我都会有过去参与。是，其实我们应该回顾一下角头这家公司这些年做的这些事情，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我们就从爱爱摇滚开始说起好了。好，当初四三到底是怎么会想出这么个计划来的？其实他那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说办一个音乐节，然后大家进来以后，他甚至有一个想法，就天马行空，他说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把手表都拿掉，然后手机也拿掉，然后我们能够最好的话，我们还能够用共同的钞票。对，我们可能譬如说研发一种爱币共和国，爱爱共和国。Okay. 然后你一进来以后，你每他这个 idea 很有趣，其实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落实。就是说他希望每天的币值都不一样。那个汇率要凭什么来波动呢？就看他心情，看他心情。还有这样的，就是办一个音乐节很有趣，是他希望让所有的里面的有趣的条件都是我们重新自己来定义。不需要照以前大家的模式，那是包含大家进来里面可能就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样要住饭店住什么很豪华，我们大家一起来住帐篷，然后音乐里面的节目也不需要说真的那么的紧凑哦，然后该唱的时候大家一起听音乐，到晚一点以后甚至大家可以很舒服的坐下来看星星聊天喝酒，是，对，吃饭，就是把音乐跟生活能够做的落实的更舒服更接近一点。他好像很在乎，希望能够把某一种体验带到所谓泛都会区的这个生态圈里面来。是是是，哦，对。那个体验，就你刚刚那样说起来，好像是一种比较松的、比较自在的，对，不是那么紧张的。对。那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状况是比较紧张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是四三很在乎的东西？为什么是你们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特别想要去达到的？应该说，其实现在很多音乐节大家都哇热血冲撞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一定要很喷，然后一定要很激动。那其实我们可能我觉得也是这些年四三我们大家都有点年纪了。对音乐、对生活、对活动的概念，慢慢也会有点不一样的想法。能够让调性软一点。然后甚至你可以带一些家人过来一起参与这些事情。对，因为你可能忙了大半辈子，做了很多不一样的音乐，其实你的家人都不知道你在搞什么。对，那你要是能够办一些比较有趣比较调性软一点的音乐节，你可以希望你我们也希望说你能够带一些长辈过来，然后带小朋友过来。我觉得小朋友其实非常重要，是因为在他们还有记忆的时候，就是开始让他们接触音乐，接触不一样的人群，对，然后享受阳光，然后在草地上打滚之类的。我觉得在长大的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完全同意啊。我想去过 Fuji Rock 的应该都印象深刻，他们对于托儿的那个设计是多周到，然后有多少从还不会走路的小朋友到学龄前幼儿到小学生，有多少小朋友都去参加 Fuji Rock。 Fuji Rock 很感人，因为我2000年的时候去过一次，是，然后去年也去有再去一次，2000年的时候就是都是年轻人，然后那个2015的时候就感觉是那些年轻人带自己的小孩再来参加的感觉，真的有那种感觉。就是说音乐季本来就可以是合家一起参与的活动啊，只不过在台湾我们发展的步伐稍微缓一点，是，
那爱爱摇滚会是一个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和府光临的活动。嗯，是的，所以现场应该也会针对这种家庭活动有一些设计吧。对，当然其实我们里面活动并不是每一个舞台都那么的热血那么的激动，还是有一些比较调性比较软的，像我们有一个舞台叫做抚摸舞台啊。对，那听起来好像有点情欲，其实它很单纯。嗯，而且我们找了那个李幸云老师，是，对，来做这个舞台的整个规划，然后里面都是弦乐管弦乐手的演奏。嗯，对，所以你看音乐节不一定只有一定要到舞台前面很认真的这样跳，你甚至可以远远的看这个抚摸舞台里面的乐手在表演，你可以一旁吃饭聊天，很舒服，也不错。嗯，对。不过当然啦，音乐季最大的吸引力还是来自卡斯咯。是的，那这次爱爱摇滚的卡斯也非常厉害，帮我们介绍一下吧。好的，先从大家最熟悉的名字说起。最熟悉的，我想其实大家应该都会记得嘛，锒铛六便士，这个是天啊，对对对，他们都来了。对，那还有其实非常多，像黄耀明大哥哦，对，然后陈升大哥，嗯，然后陈立，北京的歌手，来自北京的创作歌手，然后吴问芳啊，柯志堂，对，还有鸡蛋蒸肉饼。然后南王姐妹花也会跟着交响乐团，四十几人的交响乐团在台上。哇，福尔摩沙爱乐管弦乐团要跟南王姐妹花同台。对对对，这个也是算难得的一次在音乐节会有出现的。对，还有刚提到锒铛六便士，他们是那个帮罗大佑暖场的团。罗大佑要唱压轴。罗大佑其实是很多人，其实我们跟阿强在聊，其实是我们应该是很多人的梦想，就是终于可以在音乐节看到他。他在台湾好像没有唱过音乐季耶。没有，啊，我的印象里是完全没有，应该没有吧。没有，可是他的现场非常好看。对啊，非常非常好看，因为他现在的团是一个蛮年轻的团。我上次前几年在那个 Legacy 有看过啊，现场就出乎我意料，完全不像他那个年纪。非常非常好看，他那个年纪。刚才提到一个来自香港的乐团叫做鸡蛋蒸肉饼，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就是他们的音乐，他们非常有趣啊。这也是来自角头在去年开发了一个新的品牌，是 Her。 对， Her 啊，就是那个女字边的她 Her 啊。那有一张合集里面就收录了他们的作品。侯晴要不要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当然我先大致介绍一下 Her 这个品牌。其实我们是新的，然后也开始开发一些两岸三地华语区的一些比较有想法、有自己想法的创作女性的艺人。对，其实不限于音乐而已。我们开发了，甚至是设计、影像什么都有。我们就是所谓的中文文化圈的这个创意人。对对对，是啊。然后鸡蛋蒸肉饼算是一组非常有个性的团体。那他们其实很常来台湾。他们台湾非常非常熟，他们爱台湾可能比爱香港还多。现在好像很多香港朋友都有这样的心情。对，然后会自己主动过来参加台湾的音乐节。对，然后他们也未来也想要开始往台湾发展。因为毕竟去中国是一种方式，但来台湾可能玩法还有一些乐趣，其实对他们来讲又不一样，也是新的挑战。那其实我们刚好这个合集，我们就开发找了他们来一起来参与这个合集。是，对。赫尔这张合集来自香港的组合有两个啊，包括鸡蛋蒸肉饼，还有一个叫做日月系的组合。是的。那这次的爱爱摇滚除了鸡蛋蒸肉饼会登台之外，还有好久没见的黄耀明。明哥现在中国去不了了。啊，我不久之前才跟卢凯彤在聊啊，他现在也很难去了。是啊，对，他其实没有像那个他其实没有像何韵诗那么冲，可是也还是没有办法。是啊，那何韵诗上次来的时候就聊，就说哎呀还好有台湾，我们也要说一句哎呀对，真的还好有台湾。台湾欢迎你们。真的台湾欢迎你们来。我们现在听听鸡蛋蒸肉饼，你看中间这一段一转变这样，好可爱的团。一声喊，激情的呼唤，它煽动着迷惑的全场，撕裂亮丽的皮囊。少年四处在张狂，害怕的斗战，眼前的黑暗，纷乱又疯狂，画面中一片烟雾弥漫。
欢迎回到 FM98.198 新闻台音乐543节目，我是马世芳。在上一段节目，我们听了一个来自香港的独立乐团鸡蛋蒸肉饼，那首歌叫做《逃亡吧少年》呀。他们唱国语歌词很可爱，带着点口音哦。他音乐是很 Q 的。阿强刚一边听一边说，他在一年多之前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技术还比较生涩。对啊，就是很惊讶，因为第二次看到他们就怎么变这么厉害，整个成长的非常非常快啊、就是很，我刚刚听他们这个歌我也觉得非常惊喜。嗯，阿强，我知道你对台湾独立音乐圈的掌握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你不但在第一线一直在表演，而且也经常担任各种各样的大小活动的音控啊、总监啊、舞台总监啊。这几年看下来，你觉得现在，因为现在又有一波更年轻的独立乐团冒出头来、对啊，你觉得现在这个整个生态对你这一个世代的独立音乐人来说有什么意料之外的惊奇吗？现在的像我们那时候我那个年代的乐团大部分是以纯音乐出发，就我想要玩什么样的音乐。对，现在的乐团比较多的是我想要去什么样的地方表演。哦，真的吗？对。已经可以分到这样的。就是他们会比如说音乐类型喜爱的都会有嘛，但是现在演出机会真的太多了。哦，对。哦哦哦。对，所以为了要可以表演可以一起玩一起怎么样。他很多思考会以更音乐季更跟观众互动的方式出发，所以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就会想这个歌我在舞台上可以、都会被影响了、对，不管是编曲或是比如说内容，都会被影响。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啊，已经不可能靠做唱片来养活自己、或者靠卖唱片来打知名度、因为已经唱片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完蛋了嘛、就是其实也不是说偏重哪边，我觉得是先后啦。就是还是要有录音室作品，但是录音室作品是一个你的身份证吧，可以这么说。身份证、所以舞台表演的这个重要性，就像你刚刚说的，现在是每一个要在台湾的音乐圈出来走江湖的人，必须要能够站得上舞台，要具备可以在舞台上表现很好的能力、你在第一线这样看下来，现在普遍来说舞台的能耐应该都有显著的提升吧。对，跟我那个年代差太多面。大家其实乐器很多都还不太会，是，而且我相信器材已经进步很多了。对啊，器材的整体条件一定提升了，然后场馆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对，都越来越好，中小型的场地选择越来越多、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观众的品质普遍来说应该也有改变。对，观众听的也多了嘛，就是他们也很容易接受到新的资讯，所以接受度也都普遍变高了，所以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机会。对，我觉得唱片工业垮掉也不见得全然是坏事啦，因为反正怎么做你要特别去讨好谁你也讨好不了，不如就把自己最想做的东西做出来。对，因为就算垮掉大家还是需要唱片啊，大家还是需要音乐，对，大家还是需要音乐、不见得需要唱片，就是需要音乐录音作品，或者是需要各种的录音作品、现场录音，写歌人还是不断的在写，对，大家还是需要写歌。对啊，后勤你也算是一直站在第一线一直在看、一直在听嘛。你看你从1993年组四分卫到现在二十几年，从类比时代一路到现在的串流音乐时代啊，你最近会不会有一种回望回头看看现在这个场景，忽然有种震撼跟新奇的感觉？对，有些时候我跟阿山在聊天就说，哇，以前我们曾经的时候开始听到盗版这件事情就觉得、哇，好不得了啊，怎么我们东西被复制了而且是免费的啊，被传送给大家其他人、可是后来到网络串流，然后到后来现在整个音乐节又开始出来，对，那传统产业传统唱片已经慢慢萎缩的时候，我们得真的是很诚实的面对，其实它不断的在改变，对，而且以前那些东西可能不会再，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持的，就是像你本身创作本质这件事情，你要说的事情，因为或许编曲会因为整个年代不一样改变，音乐节甚至未来下一个十年可能又会不一样，对，但是我们要想要说的事情，想要说的故事，其实还是要很最源头还是很重要的，是啊，你的有好的生活，你有好的故事继续延续下去，那你要用什么方式把你的故事带给大家，其实那是可以
改变的，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是好的，好的故事，好的说故事的方式，对对对，能够感动人心的歌旋律跟歌词，这些东西不会变。对啊，那你用什么方式去听音乐，那可能会变啊。真的，所以像拔蜡子，你们要是在20年前要发片，不可能，不可能像现在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二十年前要发片，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存好久。对对啊，你们就是会思考超级久。曹豹的野望那时候花了多少钱，还记得吗？我们那张，我那张很省，因为后来都半凹的，那张大概花8万块。那个年代这样干，真的太厉害了。但那时候你看8万块做一张 DIY 的很粗的专辑出来，那个年代要做一张主流规格的唱片，几百万，起码要250万。对啊，是啊，对对。那独立音乐人要做一张10首歌的完整专辑，再怎么倒霉也要凑个80-100万，而且做出来的东西是很不行的，还是会被骂说那个品质不好了。对，但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就算8万块也可以弄出还听着还可以听得懂。但是要是说有更好的 idea， 其实可以从8万里面找到更有趣的东西。是是是，这是这个时代带来的，一方面是诅咒，一方面是礼物啦。对。我们接下来听一个这次也会在爱爱摇滚登台的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叫做新墨镜。是，这个团要不要介绍一下？他也是我这几年看起来就有发现到说一些现场演出里面有趣的乐团。对，现在也讲一讲又讲到 live 去了。对啊，其实我都不是从他们的 CD 什么来去背，都会是看现场先发现。对，然后我就发觉哇，这个主唱其实弹吉他弹得真好哦。对，他其实唱得不太好。其实那时候我们有点在亏他，就说其实你不要唱，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跟他合作本来是一首完整的歌，有主歌有副歌这样子过来哦。但最后收到专辑里面就变成一个演奏曲。对，而且要说服他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战战兢兢。对啊，他应该会恼羞成怒吧？对啊，一般每个乐团其实都很有自己想法，我就说，其实我还得想一个方法跟他说服，就说其实你吉他弹得非常好，我们是不是来挑战看看？你不要唱歌，好好用你的吉他说话。果然有效，蛮会讲的。然后他，因为他小女生，其实我又有点担心，说有些女生可能会情绪会比较落差大一些。他说他好，他回去想一下。是，对，因为他可能也要跟团员沟通，是啊，我也尊重。然后后来过2天，他就说好，我挑战看看。太好了。对，然后因为这样就跟他们合作，然后新墨镜其实也是一个算是这几年来在台湾不管是音乐节还有在 Live House 算也活蛮活跃的一个乐团。是全女生的组合吗？主唱是女生，主唱是女生，对，也是兼吉他手。但他这首歌里面就没有主唱了，他就是主奏吉他。对，然后弹的我其实我也蛮欣赏他弹吉他的样子。是，这次在爱摇滚也会看到很多年轻的新锐乐团，包括现在听的这支新墨镜，这首演奏曲就叫做《你的眼神》，这也是 Her 这一张合集的压轴曲。我们听听这首歌，回头来再跟阿强和霍行继续聊。我看过沙漠下暴雨，
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自中国的独立民谣女歌手陈丽的歌曲《奇妙能力歌》，这是她的《如也》这张专辑的作品。陈丽不久前好像来过台湾啊，那么这次她也会出现在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的现场。欢迎回到 FM98.198 新闻台音乐543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来宾是88个芭拉子的阿强，还有四分卫的后行，他们也都是这一次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的重要的推手啊。那么这是角头唱片角头音乐筹划的年度大活动，角头音乐在张四三的领导之下，这些年真的弄出了不少别出心裁的有趣的企划，很多时候做得很开心，但最后赔了钱，然后最后还要再想别的办法。这个我就要赔钱，四三四处奔波啊，但是他永远有用不完的点子啊。啊，今天本来要在现场跟我们亲自讲这个爱爱摇滚的缘由，但是真的最近操劳过度。对，是的，对，所以我们就让他在这个这个花园新城家里好好休息，早日康复，对，继续打拼。
刚刚听到陈立的歌，这次请他来应该也是有，就是觉得他跟这个音乐节的气质是蛮合的吧？是的，可以这么说。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选那个演出人员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是也是同事们的喜欢、想要看的。是，对啊，那四三不断的跟我们大家开会，其实每个人都会提出一些 idea 出来，就说好想看谁哦，好想、对对对，包含说像这次罗大佑大哥也是，对对、一般的话其实应该，我觉得现在应该像罗大哥他平常也很少在台湾会有音乐节会演出，对，那也是刚好我们大家会有一些期待，会想说哎，是不是他的音乐能够再唤醒一些我们每个年代不一样的爱，是，对，我好像不记得罗大佑在台湾唱过音乐节，好像他好像连没有连 Simple Life 应该都没去过吧？没有，没有哈，没有，没有，没有，哦，他在中国是有参加过一些商演的商演啦，拼盘式的演唱会是有、音乐节我不是很确定，但在台湾应该是第一次，而且有一次是因为刚好遇到一个他的工作人员，然后我跟他释出这个讯息说，我们有最近要办一个爱爱音乐节之类的，然后他跟我说，其实罗大佑大哥其实蛮适合的，其实我印象中可能还是停留在罗大佑大哥可能前几年比较激昂的那种表现模式啊、对，然后他说不会哦，他现在因为他小孩3岁，对对对 对, 对，整个有爸爸的感觉，对对，比较温暖的，我知道他在创作新专辑，是、就是希望写一些给他女儿的歌，对，那我觉得人到每个阶段，譬如说有了新的生命诞生，那他对很多事情看法可能又不一样，心境就不一样，对对，是是，后来就这样一拍即合，结果就继续往下延伸，就真的就是罗大哥就答应了，太好了。其实罗大佑这几年他的整个重心回到台湾来，多半时间待在台北，他对台湾的音乐环境是有很多的焦虑跟期待的，那有的时候又会不知道该从何下手，然后他就会到处听年轻人怎么说，他也去我记得女巫记他要去看哦，真的吗？对，就他想了解一下现在什么状况，对，所以你们邀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就他可以接触到他本来比较没有机会碰到的年轻的观众或不太一样，其实我也蛮希望他多出来表演的因为有时候我跟人家讲我觉得罗大佑很厉害这样大家都不相信我，他不相信你，因为现在人都没有听过罗，他们都没有经过那个年代就比如说比较年轻的，他们不知道罗大佑是谁啊，说他很厉害，他很有名就这样，确实是这样。你想，现在20岁的年轻人是1996年出生的，对啊。那罗大佑的年代根本是他们还没投胎的日子，对啊。那其实有些厉害是可能不一定是在配器上的啊，什么编曲上的厉害，是在罗大哥他可能他的词曲上面，他当年要讲的事情，而且在那个年代，对，而且要在那个时代赶下，对啊，对对。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看到他出那张专辑，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有人敢那么疯狂的？比如说那时候爆炸头，然后戴个墨镜这样，然后自己弹钢琴，然后唱歌，非常激动。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在台湾会有这种歌手出现？是啊，是啊，但那都是说的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很高兴罗大佑，而且他现在乐团成员都是年轻人，哇！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能量、生命力是重新又再充电了一回啊、哦！很期待他的演出，他应该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设计。这次除了陈立之外，还会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演出团队啊、另外一个会来的团叫二手玫瑰，是的，他跟四三交情也很不错，跟角头音乐关系挺好的。之前他们来台湾发展，第一次在台湾的 Live House 表演啊，来的人并不多。但他们还是倾全力的在这边玩，他们就说，哎，就当重新出道一次没有关系、后来又应邀去参加过在花博的音乐节嘛，我记得世界音乐节。你要不要说说你对二手玫瑰的观察后行啊？其实我记得好像是有一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好像是草莓之类的，然后草莓音乐节，然后那次跟43，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同行，10年。马芳那次好像也有10年，是，对，还有铁志，然后我们在台下就发觉，哇，怎么有团这么有趣？除了他的乐手其实已经都那个技术非常好，那再来是他在讲的事情跟他的整个那个唱歌的方式是在台湾从来没看过的，对 对, 对，然后就后来就辗转，后来43就回来，就是好像着迷一样，看到一个美女一样，对，然后他开始我们就开始上网去找他们的资料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到2011年的
那个香港海洋音乐季，也是角头去那边办，然后四三就很有诚意的把他们邀请过来，是对，然后也那次其实非常有趣是，其实我们偷偷讲就是说，昨天四三他才在跟我们透露这件事，他说、二手玫瑰其实他们非常够意思，那时候其实他们开的价钱是以算是外面一般的行情，然后那时候他们给角头是用非常非常低的价钱给我们答应我们去参加了那个音乐节哦，对，那其实主唱梁龙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台上是一个人，台下完全是变成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对对对，然后有气质，然后讲话温文有礼的，对，一上台马上整个人就整个角色马上转换过来，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然后非常有爆发力，对，然后事后跟他认识以后就发觉他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让人家很欣赏的一个人， 对， 对，然后这次就刚好嘛，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些音乐人其实我们要是能够继续延续下去，角头有任何的音乐节就跟阿强一样，爸爸当年也是海记这样子过来，跟着角头，我们也只要有音乐节、我们都会第一个就是想到阿强，是，那也是角头的一个轮廓之一，对，那我们也未来希望二手玫瑰要是能够多来台湾，那让角头有更不一样的那个能量，跟大家一起。二手玫瑰现场非常好看，他们在中国音乐季都是唱压轴的大团哦，是，那他们把那种东北二人转啊跟摇滚整个融在一起啊，他们唢呐手吹得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听一听他们这个现场版，这首歌叫黏人，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摇臂来，
道你听不到我的歌声，你也看不到这世界。也许你不了解有多少愿意关怀你的人们，或许你早已是一个黑暗的生存，或许你不愿接受同情的滋润。来自庸俗的人，我知道他听得到我的歌声，他也看得清这世界。可是昨日的信仰已变成了过去狂热又蠢愚昏，人们欢聚在闹市喧嚣的霓虹灯，成了回忆中我们遗忘的人。有人因为失去了生命而得到了不灭的永恒，有人为了生存而出卖了他们可贵的灵魂。心中珍珠的天平上，你的欲望与真理在斗争，曾经一度持续现在听到的是罗大佑的《盲聋》，这是一个现场演出的实况录音，时间是1984年12月31号，台北中华体育馆，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地方。吉他手是尤正业 Masa， 哇，真的很厉害，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摇滚演唱会，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二场，因为之前罗大佑办过一场，在前一年。我们今天在跟侯行还有阿强聊爱摇滚啊，这个。罗大佑会在台湾第一次出现在音乐季的舞台，嗯，当然已经不可能是青春舞曲这个时候的状态，但是他现在跟一群年轻人一起玩团，我也不知道会玩出什么来啊，还蛮期待的。现在想想啊，青春舞曲真的记录了很多事情的起点啊，在什么都还没有的年代，他们干出了这样的现场摇滚。阿强应该还蛮喜欢这张实况专辑的，有这张，我那时候是听录音带，对对。听好多次，就到底谁把我的那张录音带拿走了？我要借人，现在超懊恼的，想不起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音乐季的机会，让更多年轻的朋友认识一下他们，好像就在书上看过的名字啊。说来蛮可惜的，因为罗大佑早期的黑色时代的几张经典专辑，知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家，现在好像市面上都已经找不到了。对、啊，然后这张也找不到，这张青春舞曲也已经绝版了。对啊，真的很可惜。补课还来得及。那么爱爱摇滚这次有很多有趣的设计啊。阿强，你一开始有提到你是在这次担任寂寞方心舞台车的总监。对，寂寞方心舞台车。来，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寂寞方心舞台车。寂寞方心舞台车的音乐，其实他那时候四三找我去的时候没有跟我讲大概要干嘛。他说那边会有个舞台车，然后就把那边当成就单身的都上去要联谊。啊，真的，就那去那个山丘就可以找到去找认识啊，你去那边弄那个什么像我爱红娘啊什么来电舞狮那种，他跟我讲的是这个啦。所以你要负责做那个节目主持人吗？对，好像他叫我说那你就主持啊，单身的啊什么可以那个什么竞标啊，单身出去伴游啊什么的啊，你就弄就对了这样。哦，那跟我讲讲。我想你应该在这些年在独立音乐圈走闯，什么奇形怪状的案子也都碰过了。那我说好那后来咧？后来就大概开启之后的时候，大概确定风格嘛，那边就是
以台湾比较台湾的独立音乐，嗯，还是以独立音乐那边为主。是，然后上去他是因为他是在一个小山丘小平台上，嗯嗯，然后他刚好在帐篷区的旁边，是对，所以就是在乐团有乐团表演，嗯，然后同时也会有一些活动，那边会比较年轻，比较热络啦，嗯，就是聊天的部分我可能会比较多。哦，对，然后晚上都会有萤火。好酷哦，晚上有金光闪闪萤火晚会，还有卡拉 OK 单身派对，这什么状况？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卡拉 OK。 请问独立音乐的同好他们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都会点什么歌？其实我以为他们都会点一些很酷的歌，结果其实跟真性情啊，对，其实跟一般人去唱歌点的差不多，啊，甚至台语歌啊什么也都来啊。我觉得差别只有在他们在那个 KTV 里面点酒的数量比较夸张，但是其实唱的歌是一样的。对啊，其实有时候在 KTV 点一些太难度太高的歌，反而会把大家搞得太冷，就气氛很冷。我们好像都有遇过那种，以前偶尔去 KTV， 然后人家就看你是好像乐团，就他忽然就点了乐团的歌，然后以为我们会唱，哦，然后其实我们也坐在旁边不知道怎么办，不见得会唱。对啊，甚至哎，欸，点给你的，是点給你的，对啊，还点四分位的歌，我说不要不要啊，你就卡掉，赶快换歌，不然这样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对对对，那真的是蛮尴尬的，啊，有时候只好看那个，因为那有些那 KTV 里面的影片已经是伴唱带是旧版的，对，就是算新版的，有些它已经像是那种什么风景画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哦，还有那种印度甩饼在那边甩啊甩然后就一堆人看一看就觉得还蛮有趣的。我唱过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我们在纽约跟猴子飞行员他们一起去纽约巡回，然后最后庆功宴在一个台湾人开的日本料理店，台湾人开的日本料理店，是里面有 KTV， OK， 就有人点糯米团的歌，糯米团，对，然后叫那个哦，那个猴子飞行员的贝手是糯米团的贝手，哦，叫他上去唱，哦，然后第二年糯米团就复出了，余光耀啊，对对对，所以那个是我最有趣的经历，确实是蛮酷的。今天我们在录音室现场跟八辣子的阿强还有四分位的后行聊这个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真的是帐篷音乐节哦，因为真的有搭帐篷，而且有萤火，有露营区，所以可以在那边宿营过夜，吃喝玩乐都可以在那边，都有，到晚上我们还有酒吧一条街可以喝酒。嗯，当然我们要告诉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买票，要怎么买啊，你可以上博客来售票端，然后就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售票方式，然后包含你要露营也有露营的票券哦，对，然后你可以查Love Love Rock 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也会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嗯，然后也会有官方网站，嗯，那里面所有的讯息包含节目的细节都会在里头，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其实它是一个还蛮方便的，就是它其实并不远，嗯，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啊，对，就在新店的文山农场，嗯，那大家想到农场都会想到可能在深山里面，其实并不是，嗯，它就在那个新店捷运站出来，然后我们会有那个爱巴士接驳，嗯，对，大概十来分钟就会有一班，那整个其实坐捷运到新店站，然后转接驳公车就上去了，啊，不然你上山你要开车停车反而会很麻烦，千万不要坐这个，其实都一下子就到了，对对 对， 对，嗯，好，所以上博客来可以买到爱爱摇滚的票，有单日票也有联票啊，那当然买联票会比较划算。对啊，还有露营区的位置要预定也可以的。对，要赶快抢位置。对，有一种是已经帮你搭好帐篷，你双手来，哦，这种比较方便的，就是在我的舞台旁边，对，是可以来萤火。然后另外一种是野营的，就是活动结束以后，你自己找一个有一区，然后自己可以在那边自由的去露营的。OK， 对，那三天有60组几组艺人啊，嗯，其实。轮番上阵，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超值，非常超值，对啊。好，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是这次将要来台湾，好久没有来台湾的黄耀明明哥，他要在爱爱摇滚开唱了，哇，这好切题哦。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暗涌》，也是黄耀明演唱过的经典曲。有预感，有真
冰冷，然后天空又再涌起漫云，然后天空又再涌起漫云。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叫做 The Tic Tac， 这个团也入围了第七届金鹰奖的最佳新人还有乐团。乐团对，那么The Tic Tac 是一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新晋乐团啊。这张专辑的声音处理我认为是很有想法的。欢迎回到音乐五四三节目，我是马世芳。The Tic Tac 这个团呢，他们也会在11月11号到13号的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登场。他们的这个演出的场地就在阿强要负责的寂寞芳心舞台车。寂寞芳心舞台车，对，这团人数挺多的啊。
对，人数多的时候会有七八个，嗯，少的时候三个。OK， 就是弹性很大。对，弹性很大。嗯，但听说现场是非常好看的。嗯，这次的爱爱摇滚的演出，我觉得是这样啊。整个名单看下来，不管你的音乐品味是哪个路线，一定都能找到适合的对象啊。对，守备范围很大，守备范围非常广啊。这个新锐的乐团啊，有很多啊，现在二十来岁的台湾独立音乐圈的新进的力量有很多在这里有展现，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民谣歌手跟摇滚乐团，有演奏曲啊，有宝补，就是李星云他的这个长期合作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吉他手。那么，要是喜欢这个从1990年代以来台湾流行乐黄金时代的集体记忆。我们也会听到罗大佑，会听到万芳哦，还有好久没见到的黄耀明。假如你是90年代成长的摇滚乐迷的话，何心碎要登台，哇，对啊，也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来自台南的谢明佑会来参与帐篷摇滚啊、哦。谢明佑的现场非常非常动人，我之前到台南一不小心碰到他们在办那个他们在办音乐季、刚好谢明佑五月音乐节嘛。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那个他们谢明佑就在我住的那个正兴街的那个巷子口唱歌，我就走不了了，因为太好看了，太精彩了、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惊奇的名字，何心碎的暖场的对象是郑敬一，郑敬一要唱11号星期五的压轴，哎，郑敬一的现场应该会蛮好看的。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开玩笑说他是台语界的 Elton John， 台语界的 Elton John， 说起来还长得真像呢。是，然后他其实他的感情非常的丰富嘛，是，所以他的丰富的生活才能够写出这么多动人的情歌。对，所以郑敬一当天，他最后 uncle 一定要唱给Alba，这应该是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唱的歌。对啊，那其他的作品会怎么样？我也蛮好奇的。他会跟谁一起演？他的乐手会是？他也现在有带一些乐手，乐团，对，而且本来其实他演出不需要那么长，他自动加码啊，自动加码，对，非常有意思，想唱多一点，想唱多一点，也是跟出来跟年轻人交谊的一个好机会。是，所以要是带长辈一起来爱摇滚，非常适合，非常适合啊、哦！而且我相信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原来郑敬一的现场这么精彩。当然还有很多，我看到一个我好久没有看到的名字，叫做胡椒猫。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在第一次参加海洋音乐季是第二届，那、是哪一年？2001年，就是88颗芭蜡子得奖的那一届，对，就那一年，那届我在台下当评审，我就是在那一年听到胡椒猫的。所以当时他们是少女团，现在变少妇，现在变阿姨团了。对，所以他们是什么状况？他们就是闷很久吧，真是想要玩团了。对啊，所以我不知道胡椒猫以阿姨团的状态会唱这些歌。他们前一阵子已经有开始在演出，偷偷复出是吗？暖身。然后他们很多歌其实还是唱以前那些歌，可是就会让很多人的回忆跑回来。对，真的，胡椒猫有时候也是好像这个名字就好像代表一个历史。对啊，对啊，那是一个跟现在的场景气氛很不一样的时代、啊。是的，我们再来听一首会在拥抱舞台登台的新锐创作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卜心慧，是他也是在《Her》这张合集里面登场的创作歌手。是，好，请帮我们介绍一下。他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在一个音乐节，那时候有一个不插电那个。音乐比赛里面找到了一个新人，对，然后他现场表演，其实他除了唱歌创作上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之外，他吉他弹得非常好，对，他弹木吉他，然后他做一些 finger style 的东西，非常有自，而且非常的稳定，然后加上他自己很擅长操作器材，他常常一个人演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地上一堆效果器，还有一些 loop 一些机器，他非常的忙，好像在跳踢踏舞一样，就是边弹边踩边唱。有时候我都会跟他讲说，你是不是要专心点唱歌？可是后来想一想，其实这也是他的表演一部分。是，对。那我后来也因为这样，后来很欣赏他，然后有任何机会的话，也希望让他更介绍给更多朋友来看看。
卜星会，记住这个名字啊，占卜的卜啊，星座的星，智慧的慧，来自高雄的创作女歌手，是的，这首歌叫做《崩溃》，她将会在11月13号星期天在拥抱舞台登场。我是无可反复回想，无时无刻想把你绕进我身体里面。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哦哦哦哦哦，欢迎回到 FM 98.198新闻台音乐543节目，我是马时芳。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二晚上9点，还有星期六晚上10点播出。今天我们跟88颗八辣子的阿强，还有四分位的后行聊这个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啊，预售票会比现场买便宜很多，所以有兴趣在11号到13号到文山农场体验一下的话，你可以到IndieVox 购票网，到 iBone 都可以买到票哈。嗯，还有博客来也可以买得到。那么这是角头音乐主办的非常有想法的系列活动啊。那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会在爱摇滚出场的音乐人，从陈升、罗大佑的世代到万芳，到黄耀明啊、何心碎、谢明佑、南王姐妹花，还有好多好多啊，有柯志堂，有吴问芳，旺福、黄玠都会来啊，他们也是很多文青喜欢的歌手。那么猛虎巧克力、皇后皮箱，他们都是现在独立音乐圈已经算是有相当有累积、有资历的代表乐团啊。沙拉 OK 也是，他们叫 Scala OK， Scala OK， 所以是不一样的团。还是他们同一个团，同一个团。OK，OK，OK 啊！当然，四分卫跟88颗八辣子都会现身。是的。那么，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只有在爱摇滚才会出现的特别版的组合。咋唠这次真的专程从那个遥远的地方，把他专辑合作对象一起找来台湾要表演。对，那个 Klima 从西班牙，要从西班牙来台湾。然后他要是你们听过杂道上一张专辑，我们在节目有访问过他那张专辑，他跟他融合了马达加斯加的音乐风格啊。后期那时候也跟着一起去了嘛。对，跟着他去。哇，这次可以看到他们的组合，真的是很难得啊。是。然后呢，南王姐妹花要跟福尔摩沙爱乐管弦乐团一起登台，是几十个人的阵容啊，这都是只有在爱摇滚才看得到的组合。
当然啦，要是你也不知道要看什么，你反正你就去就对了，因为有很多好玩的事情，除了看表演，还有萤火晚会跟卡拉 OK 单身派对。然后呢，在礼拜五的晚上，还有从8点开始一连串的这个，从灵猫王的迎新舞会到小树的春光乍泄，他们要放音乐啊、哦。嗯嗯。这次的爱摇滚，我相信会是又一个只有在台湾才办得出来像这样的音乐节。对，真的是这样啊。阿强要不要说说看，你觉得这次参与这个活动最好玩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他的第一个是他音乐真的是守备范围很广，就是守备范围什么东西都有。 对、啊、就是你多到你不会觉得他是摇滚音乐节还是什么。嗯，对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台湾，就是可以，我觉得台湾就是这个是完全展现人情味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大家听的音乐都不一样，可大家都认识、嗯嗯、对、可是一样的，比如说像电子花车，大家一样的记忆嘛。嗯，然后到那边有就是露营、吃东西，嗯，然后走山，不是走山，走村，走村，走山，走丘，对不对？就是逛丘，就是散步啊，在大自然里面，是就是台湾人很常做的事情，但是全部发生在同一天。对对对，文山农场是很适合散步的地方，是坡度很缓和，是然后地方不是太大，对，但是走起来很舒服，对，会让你有远离城市的感觉。对，但是它又离城市很近，但是它离城其实很近，坐捷运到新店站，接驳车上去非常方便啊。对。所以我自己会蛮期待的，我会去啦啊。那么也不知道会看到哪些我之前没听过的团，我会很期待啊。那么这次刚提到这个跟杂佬一起合作的 Kilma， 他也会有一个自己的 set， 在13号星期天啊，嗯，就整个就是马达加斯加原汁原味搬到台北来演给我们看。那么刚提到福尔摩沙爱乐管弦乐团，既然要来跟南王姐妹花合作，干脆李星云也来跟他们混搭一下。所以我相信李星云应该也会蛮嗨的、哦、对啊，我觉得他应该甚至好想看李星云老师要是直接下场拉个大提琴。哎呦，真的真的好期待、哦、我从来没有看过仙女下凡。仙女下凡哦，对，还有这次也有入围金音奖的西班子非洲鼓舞剧团，他们也会有一个 jam session 在爱情研究院这个舞台。对，这个舞台有一些 workshop， 有还有这个类似像对谈跟座谈的活动，还有瑜伽，还有瑜伽 session， 对，还有乌克丽丽来山上做瑜伽，对对，好好玩哦，就所以非常适合带小朋友过来。对，瑜伽老师是我的好哥们儿啊，也是我们的瑜伽老师，也是你们的瑜伽老师，对啊。所以这次在爱摇滚，我相信就像我刚刚说的啊，不管你的音乐品味是什么，你一定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这个喜欢的聆听对象。那么就算你不太知道要来干嘛，反正你人到了现场一定不愁没有好玩的事情做。那当然最后也要恭喜后行跟巴拉子、哦、在今年陆陆续续都有很好的代表作再次出手。谢谢、欸、阿强金鹰奖一路结束了，现在刚刚结束嘛，感觉还是热腾腾的嘛。对啊，有没有什么在台上来不及说的，可以趁现在再说两句？其实我在台上，我后来回去重看转播，发现我根本讲的一塌糊涂。我当时我的团员还蛮稳定的。是啊，对啊，是啊。啊，冠霖好可爱哦！他说很想出国看表演，但是没有钱，现在有旅费了，有他有奖金了，有他认真在规划中。是，嗯。那你自己觉得呢？我觉得有这张，因为这张真的是还蛮，我们算是这几年的专辑里面整个企划时间比较久的，然后写歌时间也比较长，对对，然后跟老团员合作，所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在20年的时候，组团20年，然后跟创团团员又重新重组、然后一起做一张专辑，我觉得那感觉是很好，因为我觉得默契上什么的真的有差。是啊，對，在录音啊弹奏，好像20年前开始玩团就是为了这一天。对，有点像那种感觉，就是整个电影啊。对，接下来就是要重新再出发，对，然后又重新再开始这样。所以我也真的很期待巴拉子的下一步，因为这张真的是一个蛮完整的成熟的杰作啊。那当然四分位也是啊，也是等于归零重新出发，上一张专辑等于是一个再出发的表示嘛。那这张专辑就是延续下来，又有不一样的。你们是高中同学系列的？
高中同学，我们都是高中同学系的，然后爱恨情仇嘛，然后又曾经在一起，然后后来又吵架分手，嗯，对，就是活生生的把所有人生的一些喜剧悲剧都我们都去实践了，是，对，那我觉得还蛮好的，继续往前走，嗯，对，那这些过程其实我们也没办法预料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用力走下去就对了，嗯。88克巴拉子的这张乐团，这张专辑叫做庞克弗洛伊德。那么四分位的这张新专辑的名称叫做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啊，这都是今年不能错过的专辑。那么但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还是要从 Her 这张合集里面来挑一个新锐的创作组合来听听看。我这次凭金音奖听起来，我真的觉得虽然现在景气这么差，唱片这么难，可是台湾的音乐人尤其年轻世代的那种爆发力还是很强很强的，嗯，好多好棒好厉害好有趣的东西哦。我不觉得这个时代的音乐活力比任何时代来的弱或来的差，我想阿强跟侯行在第一线应该也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嗯嗯，是。侯行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就叫红，红色的红，对，红乐团，嗯，他们是由三个人的组合，嗯，一个比利时人，哦，然后他是 keyboard 手，嗯，然后讲中文讲得非常好，嗯，非常爱台湾的一个比利时人，嗯，然后另外一个 DJ， 然后他玩一些效果，他其实以前是个鼓手哦，对，所以他后来就变成是比较时尚挂的 DJ，嗯，然后加上一个女主唱，嗯，然后他们三个人凑成这个组合叫做红乐团，嗯嗯，对，然后他们的音乐里面除了西方元素之外会加上东方的一些色彩，嗯，加载在里头，是，所以他们是一个在音乐的想法上就是把电声的元素跟一些东方色彩结合起来，是的，嗯，这首歌叫做云烟，哦，是，我们就以这首歌作为今天的压轴，他们也会出现在这次的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最后再说一次，11月11号到11月13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1点唱到10点，地点是新店文山农场，买票请洽 IndieVox 购票网、 7-11 的 iBone 还有博客来的售票网。今天非常谢谢阿强跟侯行陪着我们聊天，谢谢，我们就在到时候新店文山农场见咯。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543，我是马世芳，拜拜。